得富人跟穷人的区别是什么？我觉得是价值观，就是富人的价值观跟穷人价值观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还是要努力做一个富人，努力做一个富人吧。就是可以买自己想买的东西啊，想吃自己的想吃的东西，我就想完成这点就挺难的。